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放我去床上。陆小姐，我家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他在猎场受了内伤。那，陆小姐，我先去给我们家王爷找件便服，您在这稍等一会儿。你去吧。青青，我发誓，我体内的寒毒真的已经解了。你别骗我。我不骗你，你刚碰我，我都没痛吧？吴大夫乃是废灵谷的神医，他那儿不久前刚得到一味妙方，之后就帮我解了寒毒。青青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和我终于可以开心的在一起了，对吧？